比赛开始。 蓝队拿下首分。 走这个人气路啊，没用啊！蓝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。
时间过半，蓝队暂时领先。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你在啊，我在练身法。生了新的超神选手。妈的，你在干啥？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你看，如果一直往这个方向拉出去，根本打不过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信。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我不信。蓝队获得半程领先。你在看什么？哎呀，热身。脸呀！哎呀，不信！
对不对？比赛结束，蓝队获胜。打分就这么打了，你看到没？